左口静脉痛。我看见那个拜登呢，好像戴着墨镜呢，戴着墨镜像盲人一样的啊，看不见这个世界的啊。实际上不是他看不见，而是别人看不见他的眼神呐，别人看不见他的眼神呐，别人看不见这个眼神呐，因为现在自从他说，退行以后，他戴上墨镜了，人家看不清他的表情了。哦，原来啊是被迫的啊，被迫的啊，是交换条件的，交换条件的，你不做也不行呐。哎，就像当年，人家非要塞给他8100万张票一样啊，你接受也得接受，不接受也得接受啊。因为把柄被人家抓住了啊，把柄被抓住了，所以要给他关那么多票啊。现在把他放水啊，像储存那么多水一样的，水库里储存那么多水啊，8100万张票呢啊，把说放掉就放掉了啊，说放掉就放掉了，说一切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他目镜背后的那个，真相，他心里很清楚啊，只是说，年龄大了，没办法再反抗了。如果早个几十年，他早就出来反抗了啊，现在也没办法了啊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家操控他，他现在就这个，只能这样了，只能这样了。哎，好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